总发天机啊，这个大致的意思就是在主客上怎么来说这个得令不得令，怎么应该谁应该先动啊，谁占先机啊，这么个意思啊。我作为主的情况下，那么客要来，客来肯定有生的，有客的，有比和的嘛，无非就这几种关系。在这个生客比这三种条件下，用力量的大小来判断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把类象带进来，再去转化，去比较。如果是我去找人家了，我是客，人家是主，同样的道理，只是反过来了。结合刚才说的这个，由三奇主时间的前段，等于我的先头部队，星受神的主宰以后，主这个整体事情运作的这个过程，它会施加什么能量，对你这个过程产生什么影响。那最后的八门到底是能量的大小啊，有没有能力最后收尾处理的这件事儿，出现产生了什么结果。这里边还有一些东西要结合上上节课讲的什么隐干呀暗干呀，都要结合上。如果临了什么入木了衰了，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拖拉了，这事儿在办事的过程中遇到阻碍了啊，肯定当下办不成，就得等啊，拖拖拉拉，等他从墓里出来。如果在衰木死绝在这几项上的时候，这就时候你要看一眼日干，如果遇到日干的相生，这就叫绝处逢生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前面行动迟缓了，但是过一会儿就变成吉象。如果你是在死木绝的时候又被日干或者时干冲克，这叫彻底的无气了，而且受伤了，做生意倒闭啊，就是灭绝之象，肯定是不好了。逢禄旺被冲克以不为凶啊，这个不能这么说啊，所以不讲了啊，这还得看冲克的厉害不厉害啊，怎么不能这么单纯的说就不为凶了。助星遇旺相又逢生，叫喜上加喜啊，这个倒是可以这么讲。星逢生星废，咱们上节课讲了，这个星是天意，天意来影响你的地来了，让你干啥你干啥，你翻过来老讨好我，拍我的马屁，那我就不管事儿了，把我哄得高高兴兴，我喝酒去了，他这个能量就废掉了。说说空王呀，还有神煞的查法，就算是十家奇门查空王，也应该以日柱干支为基准啊，这为正统方法。有关各种神煞查法也都建立在以日柱干支为基准的前提下查找啊，方不失正统。这里提到懂大六壬的都知道，六壬克势中是以月将就是月的月令啊，加战时来进行起克啊，这个咱们不说，就等于是十家大六壬啊，因为它月加时嘛。大六壬中有关空王查法都是以日柱干支为基准来查的，况乎甲与六壬又有血脉之缘，所以查空王不能说是这个以他那个以他，不统一了啊，咱们就以日柱干支来查这个空王呀以及神煞。那么怎么查，查什么，咱们再说，先把这个概念了解一下，以日柱啊，以日柱来查。然后再说说奇门中怎么定位我到底在哪儿，也就是说测卦人在哪儿。大多数都以日干的落宫看这一宫，时干的落宫为他，或者是你要求测的事儿，看时干的落宫。这个方法都是大多数的啊，在日干落宫那就是主嘛，就是日主的啊，跟八字是一样的。时干落宫就是这种前提之下的他方，就是对方或者是我要问的事儿啊，一般都是这种方式。但是呢它也存在它的问题，因为日干落宫啊有很多情况下是代表不了我的，原因挺简单，在一个极好的奇门局中同时有好几个人来求测，那么日干就是他们每个人，信息就会出现重叠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一个是每一个求测者的年命，就是年柱的年干落宫为每一个人啊。如果同一年，就以求测者每个人的落座之宫来代表信息也可以，就是一进来坐在哪儿了啊，肯定他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那你就去找方位，他坐在什么方位上，他就入哪宫了，自然就自动落了宫了，这叫天垂象了啊。另外还可以以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
进来个六七十岁的老者，我不知道我哪年生的，我不知道我属啥的，怎么办？进来俩，一个知道，一个不知道，怎么办？那么知道属啥的那个该落哪宫落哪宫，不知道的这个往哪落？也没坐，人就站着，就扒着门口问一句，不进来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么好了，请进，直接落在前宫。为啥？老者嘛，长者嘛，是不是在前宫都有方法？只要你脑子第一个出现的感觉，它应该落在哪宫就落在哪宫，这就是利用了天垂的象，就是上天给你的感应。